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画好图之后切片列印的部分。那首先呢，要先把你的图案放进来切片软体。那请各位先打开SYZ 内建的印表机的软体。好，那打开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载入一个模型这边直接汇入你的图档。所以你点一下汇入，然后呢，开启档案，然后去找你刚刚下载的名牌钥匙圈，或者是你自己的其他档案，按开启。那么开启之后，它会把你的档案放在这个印表机的底部。好，那你可以用滑鼠的滚轮拉远拉近，然后呢，用滑鼠的右键去移动你的任何一个角度。好，然后。如果你按住滚轮移动的话，它可以移动位置，可以移动位置，所以你可以检查你的名牌的内容检查你要列印的内容。好，那这时候呢，请把你的印表机呢确定它有连线，有连线。那有连线的时候，如果你使用它原厂的耗材，那它这边会自动跳到原厂耗材的选项，你就不用担心。相关的一些设定参数，那如果你不是使用原厂的耗材，那这边就要自己选，自己去设温度好，那我们先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使用标这边这边指的是列印的解析度那一般我们会用标准除非你只是看印出来会不会有问题，那我们也可以用草稿那。精细度的话是草稿是最粗的，然后一般都是用标准。那如果你希望它印出来比较细致，那就选细致。那当然相对的时间会越精细，就时间会加倍那如果你有特别的，比如说你是要印中空的花瓶之类的，那就要选中空件。那这边我们就选标，以名牌来讲，我们就选标准件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呢，第二个地方，这里有一个一般请你把它点进来。那这个内部填充密度，这边如果你，我们第一次是不用改完全不用改，其实这样就可以直接印了但是如果说你将来有需要，这个可能是一个结构的零件，那你的填充密度就要加高一点，就要加高一点。然后呢，另外就是如果你印的东西有悬空的部分，比如说你印公仔。那有些地方，比如说他的双手可能是悬空的，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支撑的部分，支撑的部分要去做处理，那以名牌来讲，我们就是用标准一般支撑就好，所以这个都不用去做修改。那请你直接按一下列印准备。好，那么它切成完毕之后呢，切成完毕之后会进到这个画面，那你可以把你的名牌稍微拉近。拉近，把它拉越近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名牌在做列印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阶层显示控制那所以你这个圆圈圈是可以由下往上调，那你可以看到这是第零层，第一层它线会从这里全部印出来，然后第二层会印到这里，那这个就是线的走向，它的方向。好，那所以以你这个名牌刚刚的设定，它是印九层就会印完，印九层就会印完那时间呢，大概会耗掉11分钟，11分钟。那预估的线材呢是0.7米，就是不到一公尺，不到一公尺。好，那这边是剩下线材的长度好，那如果你觉得看这个图呢，看起来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待会就可以开始印那什么情况要特别检查就是如果你印公仔这一类的东西，它可能需要支撑，那你会不知道它手有没有撑到，会不会列印的时候失败，这时候就会特别检查。好，那如果没有特别的问题呢？如果你是要存记忆卡去列印你们教室如果不是直接连线，那我们就按存档，储存。然后去把你的记忆卡
好，把你的记忆卡放到电脑里面。然后这个名称呢，哈，会建议最好是用英文数字。好，然后选到你的随身碟，然后就把它存起来。那XYE 的机器呢，它可以印它的副档名，可以是.3W 或者是一般的 G code。好，这两种格式都可以，都可以。那你就把它存档。好，存好档之后，你的记忆卡就可以拿去 XYZ 那边做列印。那如果你是直接连线，就是你的电脑直接是连在印表机上面的话，那你就可以按这个地方直接列印。好，那当你按了列印之后，它把资料送到电脑去之后，那你可以看控制面板，好，这边会显示印表机现在的动作，然后你就会看到它开始呢，喷头开始升温，啊，温度开始上升，然后上升到指定的线材的温度之后，它就会开始做列印的动作。好，那你的机器在列印中哈，这边会显示进度，好，那原厂的料呢？它是列印的温度是在210度左右哈，啊，这个是现在的进度，然后预估剩下的时间，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好，那如果你要用 Cura，就是一般通用的切片的软体来做切片的话，那一样先把你的图案放进来，啊，所以档案开启进来。那这边的操作呢，跟 XY 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哈。好，那你可以稍微把它放大一点哈。好，那在左手边呢，请你确认一下你选到的是 XYZ 的机器，然后右手边好是你的品质的选择哈。那所以我们先到制定这边，先确认一下你的参数用的是 normal，就是一般的参数哈。先用一般的参数设定，然后再转回推荐。那这个推荐呢，就是最简单的选项，这个是给一般初学者使用的哈。好，那这推荐的一般的选项，傻瓜设定里面哈，它的这个层高就是你的解析度，所以一般我们会用0.2，哦，0.2的解析度印比较快，它解析度就没那么高。然后填充呢，就是你的实心的程度。好，那这个因为不是做结构用的，所以我们把它降到10%到20%就可以了。然后明牌呢，它也不需要支撑，也不需要附着，所以这个都可以勾勾拿掉。那拿掉之后呢，直接按切片。等它跑完切片之后，会告诉你说这个牌子会需要12分钟，然后用掉0.7米的线，哦，0.7米的线。然后你可以一样可以去在预览这边。可以看到它切片的结果，好，然后在检视的颜色方案这边呢，你可以，我们本来是耗材的颜色是这样子，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切换成线条的类型，好，那这个就是外面的外圈外框线，然后这个是红色是外墙，绿色是内墙，黄色是填充。那你就可以借由外面这个第几层、第几层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我第几层我会印到什么样子，然后借此去判断说你的设定会不会有问题哈。那如果没问题的话呢，左边下面这里是档案名称，请你就改一下名字。好，建议你还是用英文数字8个字以内，好，不要用中文哈。好，改好名字之后，直接按储存到行动装置，所以要把你的随身碟放进去。然后直接存，它就会放在你的随身碟里面。这样子切片就做完了，就可以把记忆卡拿去印表机那边做列印。好，那么你使用SD 卡列印的话呢，我们就把 SD 卡放在这一个 SD 卡的插槽，把它放进去。好，会叮一声哈，这样子就放好了。放好之后呢，我们就选第一个 Build from Card，好，就是从 SD 卡列印。按 OK 之后，它就会出现你的
刚刚设定的档案名称，你就按上下去选到你要列印的档案，然后直接按 OK，就会开始列印。好，那你记得玻璃板上要涂一下口红胶。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当你的东西印好之后，好，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平台拉出来。那你的东西就会在平台上面哈，你的名片就会把名牌就会在平台上面。那你直接拿铲刀从旁边旁边这样子铲一下，稍微动一下从左边右边稍微铲一下动一下，它就可以拿起来了哈，很简单。那千万不要把手放在里面刀子的前面。你的手不能在刀子的前面，这样子很危险，手在刀子的前面很危险，不小心的话会铲到手，所以手一定在刀子的后面，铲刀的后面，然后这样子往前铲，好，那请你顺便就是作品拿出来之后，把上面多余的废料也把它清掉，那下次要印之前呢，请你还是要涂一下口红胶。好，这是取档案的方法。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取出来的名牌哈，所以你可以发现呢，3D 列印其实它的精度并不会很高啊，尤其是这种 FDM 的啊，这种印表机的精度是不会很高的哈。然后呢，以这个名牌来讲，你刚刚的设计。哦，你的底板的厚度，底板厚度是有点薄，然后你的字的高度其实可以再稍微高一点，这样会比较好看。那你的文字的笔画呢？记得不要找太细的因为解析度没有那么高。如果你的笔画太细的话，它有时候会印不出来。